各位好，我先读读今个主日的祝文。全能的上帝，主是一切智慧的根源。我们未求之先，主早已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也知道我们心里愚昧，不知道怎样祈求。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，将我们因不配而未敢求，因盲目而不知求的恩典，因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功劳赐给我们，圣子和圣父圣灵一同永生，一同掌权，唯一上帝，永无穷尽。阿们。在这几个星期，我们都是谈论到花园、植物和种子。今天的福音经课是讲到田里面的麦子和稗子，而我是要以旧约圣经的角度来谈论这个福音经课，好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何谓稗子。保罗提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和后嗣，他其实是说你们从前是一穷二白，现在你们是被领养到一个富裕的家庭，有着丰富的产业。讲到领养，我要提到我的女儿，她是来自哥多黎各，她将两个文化是沟通起来，使到我对这个西班牙拉丁裔的文化的族裔认识是深一点，亦都让他的拉丁裔朋友认识到我。这个好像是做一种翻译这样。我从 Peter、Sam 和 Matthew 那里学到很多关于翻译的艺术。翻译呢并不是真的说这个字怎样解就简单这么简单。重要是顾及到文字和文章的背景，来到传达那些文字的真意，使到那些处于在另一个文化言语背景的人是可以明白到。我们做上帝的儿女的后嗣，是被呼召去做这个翻译的工作。我们要将上帝的真道透过我们的经历去翻译，使到人其他的人可以明白和接受。我们要活出这个上帝的真道。今天的福音经课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？在经文那里，耶稣基督讲到一个好麦子和坏好种子和坏种子的比喻，所以麦子和稗子。大家都知道呢，麦子麦啊是人类主要的食粮，而那些所谓稗子呢，不单只是野草，还是有毒的添。稗呢就稗在它的样子十足十的麦子这样，食了不单止是可以令到人哋系失明盲眼嘅，仲会死亡嘅添，非同小可。故事就讲到啲仆人喺田里边见到有嗰啲稗子，就同个主人话啦：，不如等我哋掹起嗰啲稗子啦。咁个主人却系回答：不必，等佢收割嘅天使来到收拾它啦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过分担心，还要热心果农的。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历史上的十字军，是基督教一段羞耻的历史。这些十字军是任何非基督徒是为稗子，包括的回教徒，于是集体的去杀害，还要是奉上帝的名添。结果呢，满手鲜血的基督徒反而是变了稗子。
当我们去判断他人，去惩罚他人，我们就是败子了。再回顾下我们国家的历史，当啲欧洲的白人来到美洲，上岸后宣称这个就是应许之地。好啦，结果那些本来在这里的美洲土著，所谓印第安人，全部都变成那些败子，被赶尽杀绝。全因他们被视为败子。其实不知道哪个才是真的败子了。今日嘅教育经课嘅主角系雅各，经课讲出上帝点样对待雅各呢一个败子。提到雅各咧，佢系一对孖仔嘅细孖，佢系细仔嚟嘅，成日咧就希望得到哥哥所有嘅，恨到发烧，出尽手段去骗取个哥哥嘅嘢，使晒横手。最后就把心一横，将哥哥的长子名分是骗到手。当哥哥以扫知道了他的诡计，盛怒之下就要追杀雅各，搞到雅各就落荒而逃，走不及。今日的经课就讲到他是举目无亲，折堕到要在郊外那里睡觉，用块石头来做枕头。当时上帝就在睡梦中向他显现，上帝赐福给他，那个福分是远超他行骗得来的长子名分的。上帝就是这样来到处置雅各这个的败子。其实呢，在圣经中类似的故事屡屡可见。我们虽然可能是败子，但是上帝却仍然使到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和后嗣。我看看新约，上帝将一名迫害基督徒的人彻底的改变，使到扫罗变成顶呱呱的保罗。上帝同样的爱那些败子，同样的会去改变那些败子。讲回刚才提到收割的火去烧那些败子，这个是我自己的个人体验。我一生之中，我曾经判断他人，觉得他是败子，是不应该受到尊重的，因为他曾经令到我失望和愤怒。但想回转头，我很后悔我的态度，因为这一世人都会后悔。但是同时我也很感恩，因为我的后悔使到我学习到不去判断他人，不再自以为是的去将他人当是败子，而从中得以成长。这个就是我经历那些不灭的火，将我是洁净。上帝对待雅各这个败子真是与众不同。当时雅各的处境很艰难，搞到要用石头睡觉做枕头，但是他睡醒之后，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耶和华竟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将个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，上帝殿的意思，上帝的所在地。我们今天也是处境艰难，这个冠状的疫情是不会永久的。希望在这个期间，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同在，更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睡醒觉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这里是伯特利，上帝的殿。何谓上帝的殿？在上帝的殿中，麦子和败子都同样可以被改变为上帝的儿女。
这个是我们的盼望，希望我们可以被上帝改变，麦子又好，稗子又好，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开始那时我提到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去做翻译的工作，我们要用信仰的眼睛的角度来欣赏那些稗子的所谓破碎，我们要尝试用上帝的眼睛去看那些稗子，希望稗子能够得到改变。今天旧约经课最后那句很有意思，经文说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，现在那里有个新名了嘛，伯特利嘛，但是其实就没什么改变到，不同的就是雅各现在是认识到上帝的同在。在我们生命之中，稗子仍然是稗子，但是透过信心的眼目，我们盼望一切是能够得到改变。我们认识上帝在我们世界中和我们是同在。阿们。